Como mosca.有一点，爱看它去哪里？从山洞跑出来了，找看看山洞在哪。爱在那里。嘿嘿，因为它好像是谁啊？有点快。你看越高的山就越绿，我们看能够有多绿。好，冲击，你把高山在哪里？高山在妈妈那里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这边呢？你看这样下雨，你看。下雨。但是你看下雨，都没有帮忙我下雨。我忙着在堆沙子。好，看我这里。第二页。你看那个是很有趣的地形声光互动，又是好不好玩？好玩。那你可以下雨吗？下雨我看看。你看哦，因为这边比较低，所以是蓝色的。如果把它堆高一点。不要！好好好，这边堆高一点，它会变成绿色；再高一点，就变成灰色。有没有一点点灰色？你干嘛弄它的水？水要流下来了。对，这边有水要流下去了。那我来一下。别用拨太大力，好。很有趣的 VR 互动，弓箭手。